个？这边是木梳妆，那边是。我们在这个树木年龄的一个鉴定上面，使用的是这个年轮类推法，就是采取整个区域内若干棵枯死树木的一个树轮，根据之前的一个调查，差不多是十厘米左右，有五十个年轮。什么？这个上下沿的确定其实是很明确的。这棵树的周围的柏木，大部分的年龄都是在800到1000年之间。牡丹科的，一咬上去，它还